Wait for the Lord, whose day is near. Wait for the Lord, keep watch, take heart. Wait for the Lord, whose day is near. Wait for the Lord, keep watch, take heart. 时间过得真系快，又到咗张临期嘅第二主日悔改。悔改其实牵涉三个唔同嘅层面，首先就系要承认自己嘅过犯，第二系为自己所做过嘅行为忏悔，最后就系转变，从心底里面作出改变，一心一意咁跟随主耶稣。最重要嘅系实践佢嘅教导。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降临期第二主日悔改。悔改涉及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过犯，第二为自己的行为忏悔，最后就是转变，从心底里面做出改变，一心一意地跟随主耶稣，最重要的是实践他所有的教导。